高了。Yes， 停，都给我过来。我数三、二、啊。花肆生意如此清淡，你们还有心思玩脑？今日太阳下山之前，每位姑娘至少须得做成一笔买卖。如若不然，月俸全扣，都得小二跑堂去。是好是好，花姐果然深明大义。春光如画，可惜夏；天籁如歌，可叹浓。愁肠百转，无人懂。你非我，我非你，人生在世不称意。欲弹琴，长对君。少废话，快走。嘿，歇脚垫儿哎。春光如此明媚，两位大人却如此受罪，罪过，罪过。丫头说什么呢？大人。听你口音，你是不是姓李？听口音，你能知道我姓什么？大人，原来咱们是本家呀！难怪您说话我就想起三月里的小雨，四月里的春风，八月里的晴天霹雳。您说话我就想起我那可怜、可悲、可叹的小姨夫，他死得好惨啊！大人，救命啊！闭嘴！走，大人，迎客，走开，这事儿你不行，注意形象。你这包子一定很好吃吧？我听说方家的包子铺特别的有名，因为只有他们家的包子是用要死的耗子肉拌秘方酱做的。我从小到大吃过鸡肉、驴肉、鸭肉、牛肉，可从来就是没有吃过耗子肉。我做梦都想吃一回呢。哦，他们家的包子还有耗子肉土豆馅、耗子肉白菜馅、耗子肉萝卜馅、耗子肉韭菜馅、耗子肉……哎，总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错过就是过错呀。大人，你别吐呀！大人，大人，你怎么了？闭嘴！哎，怎么能浪费呢？今日月令为火，日历为木，木生火，大吉，这客人就为接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等等。今天这两位客人都是官家人，想必呢是世家子弟，家中定有古董。哎，亲姐妹，让我接了吧。哎呀，都别跟我抢，松手！你才松手！闭嘴！是不是好姐妹？划拳抓阄，走！人呢？小二，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？慧爷，咱花肆的包子。哎，两位爷。我们花麻了的包子，有白菜牛肉包、白菜羊肉包、白菜青菜牛肉包、青菜羊肉包、青菜猪肉包。还有蒸羊羔包、蒸熊掌包、烧花鸭包、烧鹅包、卤煮卤鸭、酱鸡腊肉包、松花椒肚包、什锦四盘包、香菱。够了。这两位爷刚吃完60个耗子肉馅的包子，你给我来两个吧。好嘞。沏茶。上酒。花满楼。好嘞。上茶倒酒，珍品花满楼。你作弊！我没有。你使诈！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
愿赌服输。又是障眼法，不算，重来。上楼换牌，这次比大小。一言为定。不许赖。我没赖。他来了。哎，下去。哦，两位爷，不好意思，小儿刚练的手艺欠火候。来来来，酒来了，给两位赔不是了。就这么点酒，还想赔不是啊？是是是，酒要管够。看两位大人的气质，一看就是酒中诗仙，在世李白呀。哦，看来你也喝点儿。大人，咱们醉舞金阁半卷书，坐尽说天阔。要喝酒，先解手。解手就解手，量你插翅也难逃。白瓷杯，青瓷杯，彩瓷杯，全碎了。他砸他赔，我再买。嘿嘿，早就想换几副新餐具了，今天终于有机会了。青花瓷瓶，白银，20两。你别算了，他们没钱赔。什么？往哪跑？站住！站！别阻拦我们做啊！闯进要饭！敢问两位大人，这姑娘犯的是哪一国哪项罪？你莫愁犯了我们越国律法821条，谣言惑众，蛊惑民心，虚伪不明身份的群众，洗脑罪。哎呀，如此看来，还真的是罪大恶极呢。不过，两位知道这脚下的地盘是哪吗？花满楼，花寺。意思全对，只不过在花寺的前厅是在吴越，这西厢却是在大唐。南唐，没错，咱脚下踩的正是大唐。这吴越国的律法可管不着，两位大人莫不是想要趁机偷渡国境吧？啊！鬼鬼祟祟，面目可疑，定非善类。这不是适才被那两位官爷欺压的丫头吗？哦，好个蠢贼，居然自投罗网。说吧，你是想做梦死、喝酒死，还是洗澡死啊？妹妹，既是逃犯，还是早些将他送归官兵为妥。哼，来吧，
如果刀尖够快，我就不会觉得疼；如果背上已经逆流成河，那我就能修炼成满嘴的铁齿铜牙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悲伤太多，咬咬牙就过去了。牙咬着咬着，就成了铁齿铜牙了。好有思想的女子，思想有多远，精神就病得有多远。没想到我心中隐藏了多年的秘密，居然被这名陌生女子一眼就看透了。贵人，挂先生是今晚有贵人降临。看这位姐姐长得蓝姿玉质，慧理能文，没想到连占卜都这么准呢。举起高雅，说的是我吗？低俗使人进步，高雅让人呕吐。能认识几位姐姐，实属三生有幸。在下李莫愁。两位大人，这茶钱酒钱，外加砸坏的锅碗盘碟、瓶罐桌椅，不多不少，刚好50两。先生，阿瑟，这茶酒我敢请，您也不敢吃呀？吃茶是小，算行贿可就事大了。这样吧，锅碗盘碟可以不要钱，这酒钱可是一文都少不得。我们的盘缠全部都在这了。小二，糟了，化解一怒，谢谢五婆。整一瓶醋。好嘞。给我拿两把扫帚来。好嘞。哭什么哭？哥，这位实在太辣眼了，这茅厕都10天半个月没人打扫了吧？想我堂堂吴越国官差，原本押解犯人于此，怎么屈身在此打扫茅厕？是啊，不过那花市老板娘说的不错，那丫头现在在南塔的界地。咱也奈何不了他呀。来，过来。我跟你说，这花寺之中只有这一间茅房，那臭丫头一定会到这儿来的。哥，你的意思是咱就在这茅厕中守株待兔？不对，守株不兔。不兔不兔。每当触碰到记忆的那一根弦，往事就如万箭齐发，嗖嗖而来。姐妹们，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听。为什么你一说话我就觉得头晕呢？我也是，我除了头晕，我还觉得隐隐的忧伤。走，莫愁姐姐，你且到我房间里坐一坐，待我小诸葛带你算上一卦，前程是福是祸，你猜没呀？哈哈，好呀，走。吓死宝宝了！你们要干嘛？终于等到你了，臭丫头，离开大唐的界地，看现在还有谁能保护你？花寺的前厅是在吴越，西厢是在大唐，而现在你们的位置是在后院。夸年轻哦，后院可是我们闽国的地盘。哼哼，师父，只要你不走出这个圈，你就是安全的。阿弥陀佛。回老子。快快快快快快！
说不清道不明，这纠缠有几处雨，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，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念了。那雨无情花淡墨年华，岁月流逝留恋牵挂，你眼角奄奄，有情渐变，无心插柳爱恨难辨，原来缘聚聚